不好意思，今天有些特殊情况，我宝宝呢今天归我带，那，关总，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请示你。说。你儿子拉屎拉裤子里了，很臭，而且没有换洗的。散会。啊，乖了乖了，不哭不哭不哭。 是不是有阴阳失禁之类的？啊，没有啊。这尿不湿呢？我不知道，阿姨没跟我说。哎，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你？不是，你当伴你还什么都不知道呢？那是因为我第一次当爸爸，当然什么都不知道。管总，我必须跟你说道说道啊！我把你接孩子完全是出于哥们义气，我没有义务。 有义务有能力还愿意帮你的，那是孩子他妈。喂，金子，什么事啊？小白，是我。一鹤，怎么了？是这样，我刚刚把果果接来公司，他拉了裤子。刚刚是金子去接他来的。带了换洗衣服，还有尿不湿吗？ 对，用温水给果果洗干净，不要擦，用面巾纸一点点的蘸干。如果金子手头上有纯植物的护肤油，就给果果屁股上擦一点。如果没有就算了。哦，你拿衣服给他裹上，出去买一件爬行衣。来不及过水的话，一定要买本白、无染色的婴幼儿专用品，知道吗？我现在脱不开身，晚上我去接果果。能不能再说一次？ 那个，关总，我下班了啊，这我也只能帮你到这儿了。赶紧给你儿子买条裤子，再着了凉了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啊行，走，不哭不哭，爸带你买裤子去。你好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给你介绍一下。你要买点什么？你好，我想要买小孩的衣服，要全白、无染色 ，A 级婴幼专用品。哎呀，这孩子怎么衣服都不穿？万一着凉了，生病了怎么办？这件可以。这么小能穿吗？ 我干这一行这么多年，孩子穿多大码，我一看就知道，可以的，去吧。啊，谢谢啊。啊，换衣服，换衣服，换衣服啦，换衣服啦。哎，啊，哦，对，忘了，给钱啊，这张没有密码的。哎呀，孩子给我吧。啊，孩子给我吧。这沙发这么脏，平时多少人坐呀？啊，你这当爹的这么不尽心。这孩子是不是你的？ 这孩子当然是我的，就没见过你这么带孩子的。你看，孩子身上连件衣服都没有，你就这么就把他抱出来了。那刚刚尿湿了，然后我忘带衣服了。他妈妈呢？啊，他妈妈呢？纸尿裤，平时换洗的衣服，哪个做爸爸妈妈的出来不带这些东西啊？啊？对，这有没有尿不湿啊？当然有了，我给你拿。谢谢。 要多大码的？啊？算了算了，问你你也不会知道，白问。哎，哎呀，算了算了，我帮你吧。你们这些做家长的，孩子都冻成这样了，也不管，以后带孩子要尽心，孩子又不是风吹大的。 谢谢啊！这人怎么当爹的呀？肯定没有带过孩子吧？自己穿的像不像样的，孩子光这个屁股，怎样当爹的呀？真的是，他孩子好可怜，妈也伤感，孩子一点都没做好当爹的准备。是，连孩子穿多大号衣服都不知道。于鹤，当爹的。我已经到你办公室了，要我什么？你和果果在哪儿？
他睡着了，我不敢动他。给我吧，果果睡着了就不容易醒。来，来，啊，可以。 我一听是金子借的，我就猜到了。你忘了带果果的孕婴包？你这一天天的，是怎么熬过来的？嗯，我忘了。嗯，后来我就习惯了。生他的时候怎么痛？ 带他的时候怎么哭，看到果果笑，听到他喊我妈妈，我就都忘了。以前老师说，理解你什么什么不容易，这全是空话。不亲自带过，怎么可能理解？我才带了果果半天。 感觉像熬了个大夜。要不怎么说养儿方知父母恩呢？做了父母，人生也上了一个台阶。只要适应好了，这种不断变强大、变成熟的过程，其实也很好。小白。 你以后一定要多教教我怎么带孩子。我今天被那个服务员训得我都抬不起头。以后我不能这么丢人。嗯。你早点回去休息吧，今天我带果果回去。那不行，你现在肚子里面还有一个呢，我怎么可以放心让你单独回去啊？我送你回去。